周深十周年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圆满结束，新专辑上线解锁上篇，这可以说是周深音乐之路的全新起点。为此，华纳音乐北京在五二零这天发布了标题为“周深携手华纳音乐发布全新专辑，反身代词，畅享音乐创新风潮”的文章。文章说，这张专辑标志着周深音乐之路的全新起点，也为华纳音乐在华语乐坛的创新尝试注入了全新活力。 此次新专辑的发布将开启周深音乐事业的崭新十年，也预示着他在音乐版图上的进一步拓展。还特意提到《少管我》是周深亲自参与原创的，展示了周深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与灵感。文章全文大家可以去华纳音乐北京官微看一下。还说周深选择在在演唱会上全球首唱新专辑歌曲，不仅是一种市场行为，更是周深对歌迷的感激之情的表达。 而 QQ 音乐在二十号更是再次发博说，周深新专辑反身代词全专六首歌曲高位空降巅峰潮流榜，蜃楼成功空降巅峰潮流榜 t o p 一，成功图榜飙升榜前五，少管我空降飙升榜第一。至于销售成绩，叨叨前面视频已经分享过。新专辑上线三十五分钟，在 QQ 音乐销量突破五十万张，达成殿堂金钻唱片，在酷狗音乐也达成了白金唱片认证。 目前新专辑上片六首歌，《蜃楼》《警报》《少管我》在演唱会有了首唱，《记忆商品》在直播有了一段清唱，《重启》还没唱过，不知道深圳站会不会安排《记忆商品》和《重启》，真的很好听。